说起当今的姑娘们，人们就会想到大寨的铁姑娘，大庆的女子采油工，勇攀高峰的登山女将，赶上九天揽月的女飞行员。而在这里，影片要介绍的是可下五洋捉鳖的浅海姑娘。她们工作在海南岛琼海海水养殖场，是活跃在我国南海的第一代女潜水员。祖国的南海美丽而富饶，它召唤着姑娘们去探索秘密，发掘宝藏，但这首先得学会潜水。76岁的老潜水工彭正凯成了姑娘们的好老师，他已经在海上度过了62个年头。这蓝色水晶宫的大门只向最勇敢的人们开放，这些路上的健儿决心要练成水下的蛟龙。老队员巧妙地带领新队员苦练潜水，游水不易，潜水就更难了，却都无奈姑娘们的犟脾气，终于还是大海低头了。海南岛是个慷慨的宝岛，一年四季殷勤奉献着丰硕的果实。队长王燕是5届人大代表，海底是个奇妙的世界，从春到秋也是有种有收，姑娘们就要在这里一显身手。在珊瑚礁上种植麒麟菜，真是难得一见的场面。姑娘们矫健的身影宛如天女在太空中漫舞，又像是海燕在蓝天上翱翔。王燕
一口气能种17棵麒麟菜苗，真是不平常的记录。他们已经成了这里的水下主人。转眼又到了收获的季节，草珊瑚是一种名贵的热带海洋红藻，是国防、食品、纺织、医药等工业的重要原料。今年是一个可喜的丰收年。为了征服更深的海底，姑娘们又请海军潜水员帮助他们掌握和使用现代化的潜水呼吸器。有气没有？有气没有？有气没有？不畏险阻的姑娘们又向更深的海洋进发了。海阔凭鱼跃，偏向险处行。怎么拿下了面罩？出了什么毛病？哦，他们是在做互相救护的练习。海胆浑身长刺，人们总是小心地提防着它。
太深，只会在水底缓慢地爬行，是名贵的食品。珍贵的唐关螺是不易寻找的一种贝类，好，插住了。多漂亮的一条鹰嘴鱼，因为它的嘴像鹦鹉的嘴，又叫鹦鹉鱼。这是后，名字怪，形状更奇，活像古代披盔挂甲的武士。他还拖着一条长剑似的硬尾巴，这是他唯一的自卫武器。龙虾好像神话里的凶龙，其实它行动迟缓笨拙，白天藏在珊瑚礁缝里，夜晚才敢出来寻食。龙虾的肉味道非常鲜美，是名贵的佳肴。厚的鳍和肉可以食用。在大海的风浪中搏斗，姑娘们总感到斗争的幸福。品尝一下海水煮的龙虾，当然更别有风味儿。宁静的海底世界有时会突然变得喧闹起来，我们的摄影记者拍到了一场潜水姑娘同大海龟和飘飘如仙的海兔子惊险而有趣的追逐战。
累坏了，而斗争的乐趣却是无尽的。前海姑娘们，大海是你们工作的战场，风浪使你们的青春更发光。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你们新的长征路途就是祖国的海洋。